易建联，周琦之后，下一个中国球员在 NBA 的身影让球迷期待太久。丁彦雨航正式加盟独行侠，再次让他成为球迷的焦点。独行侠官方推特用中文发布祝语，欢迎丁彦雨航加盟独行侠队，也正式坐实了小丁计划加盟 NBA 的说法。在此之前还有消息称湖人对丁彦雨航也有兴趣，尽管丁彦雨航和独行侠仅仅签下了训练营杯保障合同，其中包括两次独行侠中国星比赛，但也为下一位中国身影打开了 NBA 的大门。丁彦雨航对加入独行侠充满期待，发布八字宣言，旅程不止。独行侠见，从五月入到美国，丁彦雨航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球迷的视线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大概就是如此。上赛季夏季联赛丁彦雨航的表现，小牛就有招揽小丁的意思，不过因为时机未成熟而错过。本赛季因为伤病暂别篮网校园征程，球迷对小丁前程更是担忧，进入 NBA 只是一个开始，还有更多荣誉等待小丁去征服。他强任他强，我是丁彦雨航。小牛目前仅剩两个保障合同，作为 CBA 两届 MVP， 小丁能否占据一席之地，各位球迷怎么看？